咪咪妈妈，大家好，我是莱恩哥哥，我今天跟我的弟弟一起来开这个猪鱼子的公仔。我买的是猪版的固乐顿，是古代的。我弟弟买的是密乐顿，密乐顿是未来的。那我来开箱吧。跟盒子差不多大小，算蛮大的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分享，订阅。